基本上并不是每一个人的长度都可以到达。这句话并不是说非每一个男人都不能，每一个人都可以。那当然就是借由是长期购买即是黑居马卡的朋友，还是还在犹豫不决的人，趁现在可乐研究社双十一的血拼狂欢季，从10月17号到11月16号为止，只要你下单就会有三重优惠。第一个呢是500块折价券，第二个满千送111，第三个满万送111，满额再赠好礼，然后下单就可以抽 iPhone 15 Pro。趁可乐双十一的活动买极致黑居马卡超划算，买6组现省888，再拿养护旅行组跟满额礼，还有抽 iPhone 15。最重要的是你有500元的折价券，你也可以留到下一次再用哦，有超杀折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蓝芳，欢迎收看可乐研究社，你的两性知识专卖店。今天可乐想谈呢，要来谈女性的 A 点高潮。那什么是 A 点高潮呢？ A 点高潮是在女生的阴道进去子宫颈前，它有一个凹槽，子宫颈前穹隆，就 anterior fornix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是因为在阴道最深的地方，所以基本上并不是每一个人的长度都可以到达。那你们听到这句话是不是就要感到害怕了呢？你看，还不是说什么越长不是越好吗？你不是说长度没关系吗？啊，就真的没关系啊。因为第一个，这个 A 点在所有的高潮点里面来说，它是最不容易感受到的。言下之意就是说，就算女生有到 A 点高潮，她也不见得会知道她高潮了。第二个，有可能男生不知道怎么样去刺激那个点，光你们的迷思用冲撞的那个疼痛已经胜过高潮点了，所以他疼痛可能胜过快乐的点，他也不知道什么叫高潮。真的可以感受到 A 点高潮的女生，大多都是比较来自于自己用玩具辅助得到的快乐感。那这个 A 点高潮呢，除了玩具辅助之外，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达到呢？那当然就是借由一些体位。前面说不是一般可以达到的位置，这句话并不是说非每一个男人都不能，每一个人都可以，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透过传教士达到 A 点高潮。那可以透过哪一些姿势来获得 A 点高潮？也就是说这些姿势会更深一点。第一个就是狗爬式，就是 doggy style， 女生趴着，男生从后面进去，女生的屁股记得要翘高，这样子男生的阴茎才不会溜出来，不然他光溜就溜累了，他都进不去了，也不用伸。第二个是女生在上位姿势，因为女生用坐上去，她的重力会让她的阴道会更深入一点，所以这两个姿势呢，可以让想尝试 A 点高潮的人试着用这两个姿势去达到。但是我话先说在前面，不见得你用狗爬式或者是女上位式就一定有 A 点高潮，不管你有没有，只要你快乐，你说有那就有，随便你。但是不要觉得你没有就是不是你没有高潮，并不是，因为女生的点 C 点 G 点 U 点 A 点这四个点最不容易感受到的就是 A 点，所以有没有基本上不是这么重要。你要让你的女伴感受到高潮，其实刺激她的 C 点，那个高潮的强度是最强的，是更强的，女生的快乐会比 A 点上的快乐会高出好几倍。所以除非两个人都愿意尝试，不然我觉得这个就是知道的一个知识，没有说一定要达到或一定要怎么样才叫做厉害，没有，这就是一个知识，一个存在的现象而已，不见得每个人都一定要做到。那喜欢我们影片的人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留言、开小铃铛，拜拜。